遇到生活中的烦恼，你怎么办？因为他还有民法那条规定，还有第二项啊、嗯。第二项就是说呢，他最多只能根据就是我当年的年薪的范围内做球场、嗯，所以最多位置是赔我的年薪。哦，那我只是个打工仔。对，这个很重要哎，很多家长就不知道啊。对，就全部赔了。对啊，对啊。锁定每周六日晚上的八点，敬天电视台播出的《绿油精》，看电视学知识，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。